联勇操演第二天，三军联合发扬火力 ，IDF 战机机炮射击打头阵，再让阿帕契直升机接手压制敌军。火箭弹发射扫荡远方目标 ，M 幺洞沟 A 2自走炮接补火线，落单敌军就交给标枪飞弹。装甲部队大军压境 ，CM 幺幺战车兵分多路进攻，我开火，你冲锋，火力发扬全靠基本功。我是右线排，我要掩护我们的左线排发起攻击前进，所以我要以火力先压制对方，让我们的左线的战车跟左线的部队能够顺利的到达射击的阵地。战线不断前推，形成包围态势。黄磷弹燃起，代表作战成功。联勇操演验收部队射击跟联合作战执行力，作战响定，延续前一晚夜攻情境。情境延续前一天夜攻战果，加上状况就是解放军某个集团军从横春这边登陆以后，盘踞在对方山头，而我国五六四旅的步装炮主力部队将和对手正面交锋，模拟敌军一个旅级单位的大小的兵力，在丰港地区实施登陆。剑指何方？其实操演前的战术简报答案意外揭晓，就是对台一线部队。凤岗登陆之敌为管山集团军下辖合成第幺四五旅。中共封台演习之后，国军操演响定也不再隐晦，两岸情势举世瞩目，国防部外语受访也成为新常态。I have a confidence for our military, not only army, navy and even air forces. 对内安民心，对外宣示决心。镜新闻叶福彭宇中屏东采访报道。